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了娱乐影视很好看，这里依旧是大家的小编为大家送上最新最及时的韩国娱乐资讯和爆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喜欢，也希望大家能给文章多多的评论分享和收藏。今天又是给大家带来传奇女团的经典瞬间，这个系列绝对是每周不可缺少的存在，大家如果有推荐的可以在评论中和小编说，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家爱豆呢。第一个是少女时代的队长金泰妍，泰妍姐姐能夸的地方真是太多了，出道十余年次的女团，业务能力依旧牛逼，能唱会跳还会聊，女爱豆30岁算什么，依旧超能圈粉。泰妍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优点，就是皮肤超级白，比白雪还要细腻光滑发亮，肤色真的又白又透。第二个是 BLACKPINK 的 Lisa 有一个外号叫做洋娃娃啊，虽然小编没有看到过真人，但是看 Lisa 的饭拍照片和视频就能知道这个外号绝不是夸张，超大超闪亮的眼睛散发光芒，比手掌还要小的脸蛋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Lisa 私底下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化妆的时候因为太害羞还撅起了嘴巴，真的很可爱呢。第三个是女孩日的惠理，女孩日真是好久都没有回归了，真是非常想念站在舞台上的漂亮姐姐们。很多人知道惠理都是通过请回答1988中的吧，但是大家知道惠理还是女团的一员吗？异能感非常好的惠理还上过真正的男子汉女版，在节目中因为对军官撒娇成为名场面，让她一炮而红。你喜欢以上提到的哪一个爱豆呢？